过了圣诞节啊，上海最引人注目的、最重要的啊公共娱乐事件，可能莫过于在豫园举行的主题灯会。而今年啊，12月26号的下午，随着豫园中心广场“玉兔东升，鲲鹏万里”的主灯点亮，2023年豫园迎新年灯会开幕。今年的灯会呢，以中国传统神话《山海经》为蓝本，融非遗艺术灯彩，沉浸式国风体验，线上线下趣味互动于一体，打造一场文化大马的新春。灯会很多视频博主已经捷足先登、昨天到今天我已经看了不少的这个关于《山海奇遇记》的这个灯会的这个视频呢。那其实人家把这么一个场景已经搭设好了当然今年最重要的是去豫园肯定不会是摩肩接踵不会有特别差的体验。当然这么冷的天愿不愿意出门也是您的选择当然我相信这么美的一个景一定会吸引大家来玩一趟的但是我另外一个期待是今年1月1日的这个跨年的外滩灯光秀，不知道今年外滩灯光秀有何安排了。